假如热播剧男主参加选秀，诸位，我是来自星汉娱乐的练习生宁不疑。外人都说我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将军，其实子胜很好相处的。好，好，这位选手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袅袅，子胜为你写了一段 rap。我会永远叫你宝贝，也会永远叫你早睡，每天呼唤黑甲卫，为你搬家不嫌累。嘿。就他也配与本作同台竞争，看着他的表演，我只想说，别再执着。本作乃苍兰娱乐练习生，东方青苍纵横三界，无人能敌，这个 A 本作要定了，请尊上开始表演。东方青苍，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，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。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，啊，那是因为我关心。配到我了吧。在下沉香娱乐练习生应渊，我们公司是一个演员公司，我听说美强惨占两个就能出道，我占全了，所以这个 C 位非我莫属。他真的好有自信。哎呀不错，非常欣赏你的勇气哦。那开始你的表演。选手真就是各有千秋哈，那你们的评级我们导师需要商讨一下。这件事情需要讨论这么久吗？谁强不是很清楚。本座若不是 A， 本座的业火就荡平此地。大家都很优秀，我相信老师们的判断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宣布我们的这个评级啊，我们的这个评级，那就是 A 级，来自，这是黑幕。这个节目还有办下去的必要，本座不录。他们两个都是神仙，但是难道我们普通人的努力就不值得被肯定吗？为了这次的公演，我吐到贫血，我